目前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没有效益的。林佳龙认证，台湾民政府是假的。看我们的队伍，很多老虎；听我们的歌声，很像多拉古；用我们的力量，消灭老鼠。这么威猛的军队就是台湾民政府啦！现在他们可火红的嘞，就连台中市大家长林佳龙也等不及帮他们认证，认证非国家啦！如果你有涉及到政府的行为，那目前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没有效益的。台湾民政府要军队有军队，要身份证也有身份证，就连专属停机坪马屋还可以快乐自由进出美国，畅游196个国家。但事实是，这些通通是假的，就怕民众上当花钱买不存在的国家的身份证。台中市议会14号质询，就是要林佳龙说清楚。有一些不具有法律效益的行为，可能造成一些人的损失。因为包括以为那一些证照是有效，它事实上是无效的。听到不，永清啊，不要再傻傻被骗喽！懂新闻，民主社会什么犯的人拢有啦。报道。